近日，北京广电又为所有的观众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，在宣布将会有110部精品闪耀荧屏时，看到了肖战作品的名字。这部剧就是人尽皆知的《梦中的那片海》，肖战搭档实力派演员李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此前官方宣布该剧处于备播状态，如今又宣布很快就要闪耀荧屏，这就意味着即将开播，可以说是非常期待。据北京广电透露，包括肖战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在内，110部精品电视剧即将要闪耀荧屏，很快就要和观众朋友们见面，这可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。另外，看到肖战新剧《梦中的那片海》榜上有名，并不感到奇怪，本身就是深得高层关注的重点剧目，还入选了北京市重点选题规划片单，这就意味着播出难度非常小，即将开播并不是空穴来风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，已经迫不及待想和肖战梦中的那片海见面了。如今的肖战都非常清楚有3部待播剧，分别是《玉骨遥》、《梦中的那片海》和《骄阳伴我》，看起来《梦中的那片海》率先定档的可能性更高一点，不是爆料而是官宣。总之祝福肖战，相信很快就可以和肖战见面。对于实力派演员肖战来说，完全可以保持信任和期待，相信肖战一定会顺顺利利，越来越好。在新剧之后，肖战还要出席2个海外时装周，肖战强大的影响力和人格魅力一览无余，肖战未来可期，期待和肖战见面，不见不散。